大家老百姓经常说吃点什么食物就把精子能补上来，这是说法是不对的。精子，我们平常其实老百姓说的是精液，里边的精子你们是看不到的。那么中医上一直认为哈，植物的种子它里边含有生机能力比较强。那么中医刚才我提到过一个生精，哎，最常用的一个药物，而且最平和的药物叫做五子衍宗丸。什么叫五子呢？其实是五种植物的种子。那么老百姓知道的，我给大家说一声，就是枸杞子、菟丝子、覆盆子、射钱子、五味子，这是五个籽儿。这植物的种子里边含有的生机比较强，这五种植物的种子放在一起，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呢，精子的浓度就会有所上升。这是老百姓说的第一个。那么你们说的精子怎么补精子？其实我估计大部分老百姓问的是如何增加精液的量的问题。那么中医上讲，补肾的药物可能会增加这部分问题。现代医学上也证明，补充相对优质蛋白可能会增加精液的量。中医的药物里边，比方说我们经常会用纤毛、鲜灵皮。老百姓呢，其实呢，你观察一下，好多患者呢吃肉食，而且吃动物的肉食之后呢，有可能性功能也会增加，性欲也增加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精囊腺充满了，性欲就开始充多。